所以啊，发愿发愿发愿，什么五个人的，三个人的，你说那怎样？我做不到。是，你这个月做不到，但下个月要加一点了吧？这个月五位朋友一年里面一个月是零点多少？零点五还不到，零点四。两个月一个朋友，是不是？两个多月一个朋友，是不是？好，持续五年的做，希望每年可渐渐增加帮忙的人。嗯，现在知道了吧？发愿不是喊口号，我们也不是随便说说，是真实的实验课。你马上就可以实验成功的课程，你就不要拖，等到明天，等到来世，就是现在。怎么实验？我们的方法步骤一二三，不熟的人举手，都熟了，对不对？都彻底在用的人举手。那没，那没，大家已经听昏了，彻底在用了。不关我的事，彻底在用。嗯，好，这个人说，我愿意每个月帮助没有营养午餐吃饭的小朋友1000块，这是好事，也是一个愿。好，他还有家人，我愿意每天对我的小孩老公说我爱你超过2次以上，这是你本来就该做，这是你生活的目标，不是我们现在在讲的愿力与否，知道吧？这是你生活的这个准则，是吧？填的区域不要填错啊，在准则期去填啊。我愿意每天对待婆婆尊重，谢谢婆婆的接纳，每天对婆婆怀着感恩的心说谢谢。这也应该是必做的那个里面把它填的，对吧？我愿意每天对自己说你会做到的10次，这是你经营哲学，也不是发愿。所以他搞错了，他把愿跟目标搞错了，是吧？这种人多不多？多。所以去发愿发完了还回家很高兴，觉得愿发了，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我会每天认真做心法至少1次。所以佛家讲财师法师无畏师，对不对？你说这是佛家的东西，那我不要讲佛家的东西，除了财师法师无畏师，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东西来转化成正能量？还有什么？有没有比较难想了？所以就借用佛家讲的财师法师无畏师，有钱出钱，是不是？你能够跟别人结缘，有法位，那你就用法位，是不是？没有法位，用辣位。无畏师，是吧？无畏师就是你怎么高兴，看到什么样的契机，就怎么样的顺水推舟，对吧？这是外功的部分，你要做的时候你还用智慧。好，你一天就是24小时，对吧？有些人不是说吗？他说我去帮那个过往的这个先人折莲花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我发愿我要折多少莲花，跟人家结好缘，好不好？好啊。结不结缘？结缘。你就跟他结缘，下辈子他来看到你的时候他就喜欢你。为什么？以前你帮他折过莲花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你接了你和他之间的因缘，但是在这个法理上，这个灵命成就上有帮助，不大，好，有那么一丁点，但不大。所以你一天是24小时，你要知道你要发什么愿，对不对？忙得要死，最后你看，哎呦，就这一艘那么小的法船啊，我做那么多事情，就知道这艘小法船啊，白搞。